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你是我的宝贝。你有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？那是我的心在为你燃烧。我再说一个，你知道甜蜜的一百种方式吗？第一种吃糖，第二种吃蛋糕，第三种每天想你98次。再说一个，我一直在等一匹马，你知道是什么马吗？你的 QQ 号码。